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，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？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？如果我问你什么，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奇？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，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？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，你是否让它酣睡，不再彷徨？变形记，爱到最美是陪伴。每周六12点，会员抢先看，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解锁多面人生。金刀啪啪。谁你要走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我能留给奶奶，留给小翠的，可能就是这一段回忆吧。希望就是我在的这段时间里面，会成为小翠和奶奶就是人生比较重要的一段回忆。谢谢我妈，就是自己想在我的城市里面的生活，我觉得我太对不起我妈了。田里除草带来的成就感，似乎给陈思源打开了另一番天地。农村的一切都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哎，小朋友，你穿衣服很有品味。我第一次在农村看到还有穿格子衬衫的人，你是我见过这个整个农村里穿的最潮的一个人。跟我去城市里跑一趟，我告诉你，我让你变吴亦凡。我的手要做我人生第四件最有意义的事情，要去抓知了。就要快递了，所以是到了吗？嗯，就在这里抓。哎，你过来，哎，你过来看。你把它放过来，站着我。很有挑战的一件事情，以前看到虫子都很怕的那种，但是一个知了6角钱，一毛一毛的攒起来就是小翠的学费啊。我能帮他的可能也只有这些。两个就是1块2了。哎，这里有，哎，你给我下来，又多了6角钱。赚几个钻石丸？要数一下喽。23。23。点哈！天哪，我刚刚居然徒手逮虫。多路好厉害啊！好厉害啊！我不累，奶奶很远啊。谢谢奶奶。嗯，妹妹哈。嗯嗯，好吧，他厉害哈，好厉害。我不累，奶奶。奶奶就是我做了一些农活，她舍不得嘛，觉得我是城里来的小孩子，不应该做这些事情。然后奶奶就很感动，就是知道奶奶很心疼。现在才5:50，5:56，5:57。你没那个洗澡吗？京东知道爸爸是一名公交车司机，他主动提出想跟爸爸去体验一下公交司机的生活。也许是起得太早，没过多久京东就开始犯困了。
数字光，就要给小娃娃吃，几高对吧？得该搞点东西该吃了。来，今天我先吃点，先吃点饺子，慢慢慢慢的，它烫了。吃不？吃了没？我们很快的很，在来食堂，哎，早就吃过了，你快吃吧。啊，你要开几趟车了？我呀，我早得很，我要到晚上，到晚上去了。就是感觉爸爸很辛苦，中午吃饭，有吃那么点，早上的时候。有空的话就吃一点，没空就不吃。他每次上课，我感觉都是满满一车。他一直开车，然后精力集中。我感觉，比如说集中一天了，然后集中十分钟，我都很难。上课坐车了，这一次。一天那个空调直接吹得头痛。嗯。哎呦，受不了。那就稍微关上一点。关，关了热了的，要骂嘞。走。我们走。回家吃饭喽。时间匆匆而过，陈思源的二次变形也即将结束。离开小翠家后，他坚持要回到金东家，给奶奶做一次认认真真的告别。我要走了，就是送你们一点礼物。我还舍不得叫你走呢，奶奶还好想你的。奶奶不哭了。再注意学习吧。你那天不是跟我说你觉得这个哥哥长得好看吗？我送给你了。小翠那天我给她看的时候，她说她也很喜欢这个哥哥，送给小翠留个纪念嘛。别的东西可以再找回来，可是在这种地方，她也只能靠看书和自己的想象，就想外面的世界。我觉得给她留点回忆是好的吧。拿着吧，送你了，我回去还可以有的嘛。奶奶，我走了，真的好开心，咱都好开心哈，好开心，好好学习，照顾爸妈好。真的妈妈宝宝开心好黑的。好嘞好嘞，你又走了。行好听你的啊。我黑黑的就是黑的不好看。还不得黑干，那干的都没了，都没了，没心留出点儿，就怕我了都了。我跟你说，同学，这个到家你晒一晒的路哈，这回再也不用晒，爹爷也晒晒，别捂了，家都悄悄给爸妈喝。这个就是这夏天，这个钱啊，我不会卖钱，不值钱哈。不值钱，过来。哎，我可好想你了。好想奶奶，好想。姐姐好。哎，我在这里发飙，你们可别怪我。小地方，你看，谢谢奶奶。哎，好，多谢了哈。好看，好看。我男朋友。小翠很像一个贴心的妹妹啊。就是在城市里面，可能我交不到这种朋友，第一眼看到你就会掏心掏肺的对你好的这种朋友很少。你别哭了，奶奶，奶奶给你擦擦脸吧，你别哭了。啊，不哭。哭了。
出来了吗？跑不过来了。我能留给奶奶、留给小翠的，可能就是这一段回忆吧。希望就是我在的这段时间里面，会成为小翠和奶奶就是人生比较重要的一段回忆。最起码想起我会笑嘛，会说了这个女孩很乖。我知道奶奶很舍不得我，奶奶就是很心疼我在地里面做农活，可是我也没有做到什么，然后奶奶就特别心。会不会吵醒他们了？回来的时候看到奶奶还是有一点感触，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在这边没有什么收获。你家在哪里？我在你家。他在我家。你们家呢？我没回去了。你在哪呀？在一个东子的同学家住，我在。你咋在那啥？我就然后我就上来了。他们东子中了吗？你就坐回去。东子我不知道，他应该还在我家。东子。刚刚奶奶问我有没有回家，看到京东没有？我想到京东出去那么久，奶奶想他，奶奶很想他。我想我出来这么久，我妈肯定也很想我。我在想前几天在小翠家，就是自己想着我在城市里面的生活，我觉得我太对不起我妈了，我真的好爱她。我不会再做他生气的事情。追星花了这么多钱，花的都是爸爸妈妈挣来的钱。我爸爸之所以没有时间陪我，是因为他在挣钱，他想让我过更好的生活。我不应该和妈妈动不动就吵架。这一件就很不可能，真的。看我累得很，就是阿姨家，听到没得？不是，他的房子负责阿姨家。快点，不给啊！没钱就往我那办嘛。陈思远，请你注意安全。我参加变形计的意义是想好好离开我妈。贵阳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爸爸妈妈都没有好好陪他。今天爸爸妈妈都请了假，决定好好陪陪京东。有点小，他是为了就是说陪京东，然后自己虽然怕，但是也硬着头皮上了。今天真的是这种情况。还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还是可以没事这个。很开心，我感觉挺刺激，如果还能玩的话，我真的还想玩。但是如果我一个人的话，他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敢玩，我只需要一个人。转，比较活泼老板的，笑也爱笑，就也爱跳爱笑，
确实活不动了，真的。那你走了会想妈妈吗？不想。有多想？不想。我们已经到点了，马上到顶上了。到点说跟我说一声。嗯，我的求你。马上到顶了。京东可以许愿了。来。告诉妈妈吗？思源真正变了一个人，他主动做饭，为奶奶做家务。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，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。为爷爷奶奶拉小提琴，给爷爷念京东寄来的生日贺卡。祝爷爷第78个生日快乐，祝您健康长寿，然后我在这边过得很好，然后说祝您生日快乐，然后姚京东。让我也有所改变，我觉得在这边我融入进去之后，我会发现我得到了很多改变，我要去理解他们，好好陪伴爷爷奶奶，好好感受去体会他们那边的生活。追星，眼里只有哥哥。现在，有些事儿已经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。当陈思源在捡柴时，爸爸妈妈也已经到达了村里。他们在监控室静静地等待着陈思源的归来。什么都不用做，然后甚至就是说睡在床上，然后要说要吃什么，也公公婆婆就会给他去买回来放好，然后才叫他起来吃，就这种。然后现在要什么都自己动手做，还是很大的转变。要啊，你。
好感动，因为之前在家里嘛，和他摩擦特别大，然后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。嗯，很温暖，很久违的感觉。通过这一次他来这里，你起码学，起码他自家也学到一些东西，改变了一些人生的做法，是不是？汗好大，好刺骨啊你！没洗澡，这么多天没洗澡？天哪！你怎么煎熬过来的？我是想给我妈说对不起。就是他有真的很好的想要和我沟通的时候，我全部就是推开了，就从小到大没有和他有过好好的沟通。以前和我交流很少，然后刚才好像很多话想和妈妈说，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。功夫，奶奶，我要走了，奶奶。你也要转？嗯，我该回来吧。谢谢谢。要回来要回来。干一点啥的，对什么的，也。我们也麻烦你们了，没有嘛。感谢在这里陪伴我的每一个人，就是摄像还有导演组，谢谢你们的陪伴。很感谢他们这样掏心窝的对我好，素不相识的人，很感谢我遇见了他们。他们让我改变了。这是一次特殊的变形，一个在疯狂追星中迷失的女孩。那就是我的精神食粮。视哥哥为生命，视追星为职业。热情献给偶像，冷漠留给亲人。带着虚假人设来到了变形的村庄，人设可以是假的，可生活是真的，爱豆是有距离的，亲情却是回首可得。淳朴的奶奶虽言语不通，却处处关心体贴。我不敢说，我咋跟你这说？你的心话，你的故事吧。小翠单纯善良，任劳任怨，让思源心有所感。心疼你一秒钟。朴实的劳作，也让思源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。这里没有偶像哥哥，这里隔绝了与虚妄信息的频繁接触，他开始静下来。他重新审视自己，也开始重新收获。京东，一个在原浦山村野蛮生长的男孩，母亲远走，父亲离世，阳光的外表下包裹着一颗沉重的心。流光溢彩的城市，接触到朴实平凡的爸妈。回家吃饭喽。第一次打开心扉，直面过去。勇敢点，爸爸。第一次接近梦想，树立自信。太慢了，太慢了，是蜗牛吗？某种意义上讲，这可能不是一次成功的变形。陈思源没有郑重承诺彻底放弃追星，但他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追星的分寸和意义。姚京东没有承诺一定考上大学走出大山，但城市里的生活和体验已经给他的未来之路打下了烙印。变形不是仙丹妙药，也绝无可能屡试不爽，但他一定可以给观者映照，给同路人起思。生活并非只有眼前的狭小圈子，走出去会发现生活更有别样的色彩，丰富的模样。我觉得上学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，因为这是我的梦想，我想有一个更好的未来。虽然我们家经济状况不太好，我爸爸也身体残疾，但是我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想治好爸爸的腿，让他重新站起，有一个更好的生活。那你们给我爱了吗？你们没有啊！你们想知道我心里想要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就想让我变成你们想的人。你把我出走了？你把我找来了吗？把我找回面子了吗？我得到什么？他觉得我是失败的吗？因为没有按照他给我安排的路来走。阿姨，这么晚了，他们去哪儿？那。这世界总是有很多不同，我们也有不一样的梦。太过执着，让一切变得冷漠。向前走，留下的是难过。了解比拒绝更容易沟通，伸出你的手，抛开主观，试着接受，让悲伤在心里永远不停留。感谢社区社交媒体新浪微博，特别感谢人民日报一点资讯早刊新闻客户端，感谢视觉行动秒拍第一视频牛年 VR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360影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特别感谢360娱乐，360娱乐你开心就好。我们学会在乎，学会珍惜从前来之不易的幸福、哦、如果换一换，站在别人的角度，有些是自己糊涂、哦、用心去看清楚曾经犯的错误，告诉命运我们没